木村拓哉细女木村光希出道两年之后，18岁的大女木村心美这日都正式宣布以 Kokomi 为艺名入行。心美的真容正式曝光，引来日本大众的关注。有木村拓哉和工藤静香的遗传基因，虽然身高没有妹妹光希那么标青，但是外貌气质都有一定的品质保证啦。一出道就上时装杂志的封面，中遭卖名牌的日本区宣传大使添啊。木村拓哉和光希都在社交平台度发文庆祝。光希话等呢一日等咗好耐啦，仲大赞心美无论是外在和内在都一样咁靓。心美话就话宣布出道，但有消息指啱啱高中毕业兼系长笛好手的佢，都会继续在大学度进修音乐，以音乐人为目标努力啊，所以好有可能都是同光希一样，暂时以 model 和广告为主啦。